南韩人工作压力大，现在竟然出现有一般民众情愿花钱来坐牢。28岁的上班族朴小姐为了消除压力，特地花钱来体验监狱生活。这座名为“我内心的监狱”的舒压中心拥有28个房间，每间不到1.5平，房间有对外窗、小茶桌椅及瑜伽垫等简易配备。支付90美金可享受24小时的入狱时光。入住时，民众必须换上统一制服，电子产品也一并交出。在这里，严格规定狱友间不得交谈，只靠一支笔和一本笔记本度过一天。我心监狱共同创办人卢真香表示，创建监狱的灵感来自当检察官的丈夫。检察官每周工时高达100小时，压力大时几乎只能靠酗酒和抽烟来纾压。但有次他发现自己一人待在监狱时，似乎比外头更自在。卢真香有感而发，在禁闭的江原道创设了我内心的监狱。许多来此的受刑人均称，这座监狱给了他们自由的感觉。